喂，我有条好桥俾你喎，不如你试下啦，做只歌咧，笑下自己先啦。因为佢哋即系嗰间 Chill Club 诶巨星帮咧，佢哋系好唔系你做女主角嗰啲好 hit 喎啲歌。好多都系攞面型嗰啲啦，即系佢话话肯定系诶，即系诶，削咗块面啊。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 Đạt được một khắc vui vẻ, qua sau không vui vẻ.怎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软禁。矛盾只因深爱着你之吗？是同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记得吗？竟会抹决心成家。当你迟迟未改变，就让我改变吧。这个决定。这种对白说出口，永远有个伤口如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当决定，别再自由。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疮疤，痛定思痛，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个人，然后不嫁，仰望过那一集婚纱，美丽而孤寡，你没想过未来对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你舍得吗？竟会没决心死。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尽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你就如何吧？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伤，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求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就发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时间，假使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会忘逃离他温馨的眼光，别再看再望，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面包的香气满足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爱到那落霞，谁施发眼泪竟能够种花？微笑就是门，是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就翻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时间，假使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会忘逃离他JW 同埋 Hubert， 亦都歡迎大家收睇 Music Panda。隔個星期四我哋就會同大家見面噶啦。冇錯啦，如果你唔想 miss 任何嘅片咧，記住去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再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仲要瘋狂咁 CLS 啊，十三妹，我今日好開心啊！喂，兩位咁唱得，一於又傾又唱啦，咁啊點啊？點解啊？你做咩咁開心啊？唔係，我好想問 Hubert 咧，頭先咧啱啱喺原唱面前唱佢一首歌，係咪好緊張啊？唔緊要，陣間俾你講，陣間俾你講，唔緊要，係啊，我哋講埋先。因為而家最近啊。
J-Dub 就做埋老師添啦。誒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啦，你有冇啲咩 comment 啊？我唱得好好啊！幾唔善思啊？咧電視唔係咁噶喎。唱得好好啊，我覺得。唔係講真咧，講真咧，佢有冇啲咩要改變啊？唔係唔收錢，佢唔肯講啊。冇冇啊！多謝老師，多謝老師。唔係，其實又唔可以講老師嘅，即係我只不過分享一啲我識嘅嘢啫。咁你識啲咩啊？唔係，我覺得反而係因為咧，之前咧，我成日錄音嗰陣時咧，做編即係監製會講好多嘢噶嘛。跟住你攞翻嚟用。係啊，我就係攞翻，總之佢講過啲咩，我就記住咗，跟住我就攞翻喺。但係嗰個人嘅問題未必係你 experience 嘅問題喎，都係嗰啲㗎啦。我有得嗰啲，佢哋可能都係有嗰啲。今日咧點解我咁開心咧？因為兩位咧其實都即係。認識了很久了，即譬如大家即不說你不知道，其實胡軍其實我們都你的歌唱比賽記得我是我幫你打的，那時你的頭還是這樣尖的，想當年的時候是啊，跟著這麼多年之後跟著又認識J-Dub，跟著現在今天簡直是現在我們簡直好像在自己的客廳那裡jam緊嘢咁樣啊，係啊，同埋即係見到你哋兩個而家個個都有唔同嘅路啦，即係譬如啊 Cupid 又參加完比賽之後去拍劇啊 ，J-Dub 而家仲轉埋新公司添，喂，我想問下你啦，新公司有冇啲同事恰你嗰啲啊？你唔恰你話我知喎，係啊。這個咯，哇，這個啊，金啊老師，不是，我講笑，其實我想說 Hubert 是一個很很 close 的 friend， 是，即是他是超級 friendly 的，即是他很多東西他都很願意告訴我，是，即是他告訴我，其實他都是生涯獨腳來的，是嗎？是啊，不是，即是他告訴我聽，我應該會怎樣啊，怎樣黑路你行啊，都不是，即是他真的是很照顧我的，是，那你未進去之前，你本身認不認識的大家？識啊，都識噶啦，係咪啊？都識啊，都識啊。你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係？我記得唱 K 咯。嗰陣時第一次見佢唱 K， 佢係同坤哥一齊咯。哦，同坤哥一齊，係，因為佢哋即係嗰間 Chill Club 巨星幫咧，佢哋係好，sorry， 超級巨星幫咧係好，我想話咧真係噶嗱，佢到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大家有個 group chat 咧，其實佢哋都仲係好有，即係大家個感情都仲係好好啊咁樣噶，係啊。咁你覺得呢一個環境帶到啲乜嘢俾你咧？其實我很想試一下拍劇啊，因為我是真的由細開始，我以為拍拖添，唔係啊，唔使試啊，呢個唔使試，好穩定，好耐㗎啦，好穩定，好有份量㗎，好穩定㗎，係嗰個有啦，咁變咗我好想好想試一下拍劇，咁咩角色啊？你想做？我好多角色都想試㗎。係啊，試咗就係因為我加入咗，咁我就有得嘗試。咁我其實咩角色我都想試，我好想試啲好 extreme 嗰啲都好想試下噶。咁你拍完之後有冇發覺你係俾歌唱事業耽誤咗嘅一個演員？唔係，我就係覺得我係可以各方面發展啊。呢個算唔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大挑戰嚟？個拍劇對你嚟講？一定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以前我拍 MV 就算都不是話真的我自己做女主角噶，至少都係第二啲人做。係啊，即係你見我喺隔邊喺側邊就咁，好似好深情咁咪緊嘴咁樣啊嘛。係，唔係你做女主角嗰啲好 hit 喎呢個？唔係，咁你做女主角啲都 hit。咁你未知咧？係，未發生啫。咁所以即係我好想真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啲新挑戰係令到我係快速成長嘅，再係一啲 good 嘅新挑戰嚟嘅。咁不如咁樣啦，我哋唔好講咁多啦，不如咧我哋唱一下歌啦，又好唔好啊？好。唔知而家以後落嚟呢三首歌，又會唔會勾翻起佢哋兩位拍拖嘅回憶咧？而家就有我哋阿 Hubert 為我哋演唱嘅《你幸福嗎》。Hubert， sorry， 哇呢个 key 乜嘢 ？sorry， 第一句忍住，我又忍住。以下落嚟呢三首歌，又唔知会唔会勾起翻佢哋两位拍拖嘅回忆咧？而家就由 Hubert 唱出《你幸福吗》，Hubert。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
分开你更满足吗？失风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已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承诺也有真假，即管当我说反话。现况不需惊诧，憧憬早便退活败瓦。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已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何苦声沙可将我毁下，再会你已是前多碎吧，潇洒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下个他。想躲跨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回话，再会你已是前都碎吧，潇洒应该吗？怎可承认我未化？这首合唱歌又可不可以勾翻起佢哋嘅拍拖嘅回忆呢？听下咪知咯。若我难以讨好一个人，难道要怪天主作弄人？无论被他怎么吸引，都不必再等。就算恨，若我能够喜欢一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静。不至今，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粉身。他都不爱我，他虽不爱我，难道我毫无骨气张开这耳朵，听真他亲口说你别做梦，得到好结果。他都不爱我，不算是我很清楚。谁想他挂念我？若我难以讨好一个人，难道要怪天主作弄人？无论被他怎么吸引，都
不必再等，就算很让我能够喜欢一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情不自禁，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分身。他都不爱我，他虽不爱我，我不起张开这耳朵，听真他真口说，你别做梦得到好结果。他都不爱我，不算是我很清楚。就是没结果，他都感激我，从来期望越多，回头遗憾越多。他都不爱我，他虽不爱我，能让我毫无挂替张开这耳朵，听真他真口说，你别做梦得到好结果。他都不爱我，我很清楚。让我能够喜欢这个人，同样也可将心放在还能爱的人，未来也总有人和我热吻。以下落嚟，我哋就不如一齐听一下 JW 唱出嘅《凡人不懂爱》，唔知女仔唱出嚟个感觉又有啲咩唔同呢？佢应该而家有啲紧张，因为原唱者亦都坐咗喺佢隔篱。唔好讲咁多啦 ，JW 交俾你啦。天空漆黑，星不会光照我，辗转反侧，悲伤泪淌我，我亦习惯一个，怕有事不小心惹祸，无用呼吸了，谁又会救助？风中穿梭，只得你心痛我，低声哭泣，只得你可以聆听我如没身份的魔。凡人不懂爱我，无从解释对错，但你却彻底相信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消散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是挂念你。只得你温暖我，低声哭泣，只得你敢再行紧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怀疑及追究过，但你却放胆拥抱我，无需刻意想起。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相通，凭这角都可感觉你。若会飞成为氧气，我只個 range 係 view， 咁兩位，我想問一下咧，咁即係譬如而家咁多新人出嚟啦，有冇邊位新人你哋係可能想即係同佢合作一下咁樣嘅咧？我都係好中意林家謙，林家謙算唔算新嘅？佢梗係算新人啦，佢今年好犀利啊！佢直情係掃咗好多個獎項，完全知道。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可能同佢即係 crossover 到嚟緊？可能。我覺得會有可能的，看看他的時間，給你呼籲一下，他知道了嘛，好得了，你知道了你是不是鏡粉啊？那 Mira 呢？都正，哇，很多身邊的人都喜歡啦，有公司 Annual Dinner， 跟著是他們出來表演，我們個個都是走在前面看的，因為你是會吸引了你走在出去看的。那你喜歡 Mira 的誰呢？喂，咁多個你唔好意思，你講一個，咁你就其他你又都係。哦，今日有最成個全部。全部 OK。係啦，誒嗱，呢個識答到，我都係會咁樣答嘅。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會可能。喂 ，KB， 你好似有個特異功能嘅喎，12個都講得出名嘅喎，喺背脊見到佢都講得出名。我其實話説有一次咧，我哋做緊一個 show 啦，即係有13就想講咧，佢就話：喂，你有冇人咧喺個 group chat 度？佢話有冇人可以噏曬佢哋所有嘅名出嚟？佢由左邊一路就數十二個。我真係排曬落去，但係睇背脊啫喎。KB 先係鏡粉。係啊，咪多謝 Google 啦，多謝 Google Search。Hubert 咧，係我啊，咁啊同 Mira 啊，係 Mira 真係大方真係啊，唔係我成日好留意佢哋噶，的確係，因為我都會好。你係咪跳唱啊？一齊。Well， 我費事喺度獻醜啦。啦唱。呼。係啊，同埋因為我都好。點講？因為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其實都好有特色嘅。係。佢哋每一個佢哋 even 有啲 solo 出嚟嘅單飛啦，佢哋嘅每一個 character 都好唔同。係。咁我覺得係好犀利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喺呢個 generation 可以出到偶像咧，好耐冇見過。係好難，我覺得好難得嘅。咁所以 even 我自己都成日關注佢哋嘅資訊，成日都係聽佢哋歌啊，睇佢哋嘅 MV 啊。我對上嗰次見到呢個現象咧，係真係以前真係超級巨星嘅年代。都冇咁勁啊！冇而家咁勁啊！都。以前有後屘停咗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發覺，以前真係以前喺將軍澳嗰時係真係排曬隊嘅，真係舉曬燈牌咁樣，但係咧跟住後屘有一排係冇咗呢一回事噶。但係而家今年啊，即係見翻啦，即係開始健康翻啦。Jade 咧，有冇細個有冇咩偶像咁樣跟住，即係你係好 inspire 到你噶？其實我細個好中意黎明噶，有即係我係有，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我係有發夢見到佢咯。哦，係。咁之後就真係變成咗。跟住估唔到係真係會見到佢真人，再入埋佢公司。其實呢個我真係完全估唔到。個感覺其實係點嘅咧？即係我記得我嗰日入到佢個 office 見第一次見佢嘅時候，第一次咁近距離見到一個明星係好。unreal 咯，真係係好 unreal， 即係哇！黎明喺我眼前咯，所以咁佢同你講咩啊？第一句説話，因為佢我知，佢冇講嘢，因為佢有説話未曾講。哇！我記得佢有聽咗我嘅 demo 嘅，因為嗰陣時我係咯就咁錄咗個 demo 俾佢，跟住佢就話，我記得佢話俾我聽，佢聽我 demo 又喊咯，聽到。哦，係啊！你確唔 confirm 佢簽你係因為你啲 demo 先？你純粹因為你嘅名字有個 J 字，你個 demo 係唱咩歌啊？你個 J 字，我係唱《Unfaithful》咯 ，Rihanna 嘅《Unfaithful》咯。咁喂 ，Hubert， 我問下你啊，你細個咧有冇啲咩偶像噶？有，我諗如果廣東歌嚟講咧，都有一位歌手喺我未入行之前，我已經好喜歡佢噶啦。咁就係阿張敬軒，哇，軒仔係啦，皇上。咁我諗全世界都知噶啦，因為我成日都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啊。
很多不同訪問啊，都有提過。係啊，咁啊，佢本人都知嘅。係啊，係啦。到你入咗行，你認識咗佢咧，嗰個感覺係點咧？認識咗佢之後，更加 respect 佢嘅。係，即係更加清楚誒點解佢會咁成功咯。嗯，即係某程度上佢都係我一個學習嘅對象。係，同埋你同佢相處入邊，你會見到佢，真係慢慢你會感受到呢個人嘅內涵啊。嗯，佢嘅一啲藝術嘅知識啊，對於藝術嘅知識啊，對於音樂嘅認識咁樣，所以同佢即係每一次嘅相處都令到我有心動的感覺。好啦，咁我都唔口水多過茶啦。阿丹尼而家啤緊過嚟啦，我哋不如就即刻聽下佢哋兩個唱歌啦。醉了，因为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才会让你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醉了，因为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噬了，爱着你的快乐，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你会受伤害，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我明白你给的爱是真实的存在，哦，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才会让你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
过的时间这么慢，谁都悟不出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我们微笑离开，惹故事留下来。分手后爱依然在，全融了就。但你有首新歌咧，好似有啲新嘗試，係啊，冇錯啊，講網上世界啲嘢嘅。哦，其實就唔係局限於網上世界嘅，因為這首歌其實我係想藉住自己嘅一啲親身經歷啦。其實某程度上係想俾一啲鼓勵同埋正能量俾人嘅，即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曾經經歷過一啲唔如意嘅時候啊，或者係俾人攻擊啊、俾人欺凌嘅時候啊。但係其實最緊要就係、是、反而係提醒自己喺呢啲情況下令自己更加。變得強大和成長，咁就繼續向住你哋嘅目標去行就 OK。嗯嗯，係啦，因為其實即係網上世界咧，其實係都幾不負責任。你有幾多個假 account？ 我使用個假 account， 咁我直接鬧啦，係啊，乜水啊呢位係啊，我係嗰啲碌，我係嗰啲 O 師傅嚟噶嘛。唔係，我想問下兩位咧，即係有冇會唔會留意翻即係一啲網民嘅 comment 咁樣？你會唔會在意嘅咧？我會睇㗎。嚇，咁你會唔會好嬲定係你會睇嘅？切！我都睇得幾快嘅，即係我會其實有得佢哋講咯，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可能佢講咗出嚟佢舒服啲咯。咁你識睇幾多中文先？我會考中文噶，哦係啊，我寫作攞五噶。如果譬如咧，即係有人問你啊 ，J.W. 我呢排好唔開心，我呢排咧俾人即係喺網上不停攻擊啊咁樣，你會有啲咩 tips 可能話翻俾佢聽咧？我覺得有時其實真係 cyberbullying 呢樣嘢係完全存在嘅咯，因為好似你頭先講，其實真係好不負責任嘅。你有你拋幾句出嚟就算，完全乜嘢都唔在乎佢。總之就要鬧，總之佢要講盡曬佢心裏面所有嘅嘢，佢唔 care about anything。咁所以如果你知道佢嗰個狀態係咁樣嘅時候，咁你都唔好，你唔好要 take it 咁 seriously 咯。有冇一句 comment 真係，譬如係攻擊你，你係好深刻記到而家㗎？哇，其實我想講，因為最近有一啲。有一啲係可能其他人嘅 fans 咁樣啦，咁佢哋就即係會唔中意咁樣，咁佢係會真係日日都留 comment 喎，係日日。有冇一句你覺得好煩厭咁樣嘅咧？你記唔記得？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咧？好多都其實我又唔覺得煩，因為我而家睇完咧，我會覺得哇，我都會幾期待睇下佢留啲咩嘅，因為佢每一日都唔同啊嘛。其實佢係你個 fan 啊，佢成功咗係想 draw 你嘅 attention 啊，你記得咗佢啦，係咪？係啊，即係佢話我你做咩學佢長頭髮啊咁樣。我想佢話你做咩學佢紅色指甲油？喂，跟住譬如話我同我個 nephew 玩啊嘛，咁你同 B B 玩緊，哦咁樣噶啦，即係會 kiss 高音啲。
佢話：你做咩對住個 B B 發姣啊？嚇 ？What? Excuse me？ 其實大家就不妨好似阿 Jade 咁樣咧，就即係當笑咗佢就算啦，係咪啊？就唔好 take 得太 personal 啦。係啦。好啦，咁啊 Hubert， 即係其實咧，即係大家即係咁多年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啱啱睇咧，即係其實你啱只新歌咧，其實你係有少少自嘲，即係笑緊自己啦。即係其實咁多年。嗱，即係冇辦法都要講嘅，可能好多都係攞面型嗰啲啦，即係佢話話肯定係即係削咗塊面啊，或者點樣嘅。但係你咁多年你冇回應過，但係而家你能夠喺首歌嗰度即係講翻出嚟，好勁啊！我都覺得好勁喎，我好多 respect 咯，好多 respect。我都即刻，其實出咗首歌之後，我即刻都 message 佢，我話我以為你話佢出咗首歌之後，你即刻去食碗刀上面添。係啊，我都即刻 message 佢，因為我覺得佢呢樣嘢第一係好有勇氣啦。Exactly， 即係其實係咁樣咯。你笑我啊？我你啦，我而家笑咗自己先啊！咁我又冇嗰種你嗰種紅棗入邊嘅，因為點解我會用呢一即係點解會有刀削面呢三個字喺條歌入邊咧？或者其實今次我派台嘅時候都整咗一個刀削面嘅 souvenir。係啊，哇！係啊係啊，真係啊！係啊就派咗，同埋我之前都整即係開咗個面檔咁樣嘅，我做真係噶，我做咗有胡師傅走出去開面檔，係啊，即係煮啲刀削面俾人食咁樣。咁因為我覺得。好似啱啱所講啦，我想將都透過呢隻歌，或者係想將自己嘅一啲感受同經歷透過呢隻歌去同人講嘅時候，想俾力量俾人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好赤裸咯。係，即係你要點樣可以令到人哋聽落去，或者睇落去，或者吸收呢個 message 嘅時候，得好有說服力咧？就係你要好坦蕩蕩話俾人聽，嗱，我係咁樣噶啦。我有一啲咁樣嘅大家對我 comment， 大家對我一啲可能喺你哋眼中會比較負面啲嘅 comment， 我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我都可以。體化嘅喎，都唔需要放大嘅喎，你都可以好活得自在。我希望係可以喺呢個 approach 入邊，令到大家更加感受到。呢個 idea 咧，你即係你做呢隻歌咧，係係你自己諗出嚟啊？不如我自己笑自己先，定係公司可能係有人話喂？不如咁樣啦，冇可能嘅，冇可能，唔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喂，我有條好橋俾你喎，不如你試下啦，做只歌啦，笑下自己先啦。定係你自己諗嘅咧？其實係都係源於自己嘅，係啊，係咯，即係佢大個仔啦。歌好多嘢都係佢全部一手一腳整，我覺得好多嘢都係。係咁，我覺得因為我今年就同阿即係同我監製阿杜啦，咁就我中意佢喎，係係嘛，係啊，蘇道哲啦，咁就都一齊傾緊嚟緊啲音樂嘅方向啦。咁我哋都覺得啊，我想今年。做一隻碟是真的很胡鴻鈞的碟，因為其實雖然我入了行一段時間出了某幾隻專輯，但那些碟都未必是很有一個概念，即未必是很based on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經歷、一些想帶出的 message， 所以今年我們希望就朝著這個方向。所以呢這隻歌或者上一隻我哋派台即年頭派台嘅另一隻歌《心跳移植》啦，都係悲上自己嘅一啲經歷咯，即係好即係又唔係愛情嘅一啲 topic 嚟嘅，係比較人生啊或者喺啲歷練上嘅一啲。一些分享希望都是想俾啲正能量俾大家嘅，咁所以係咯，呢只歌就是源於自己嘅呢一個嘅方向咯。其實做人嘅最高層次，你知係乜啊？就是先識自嘲。冇錯，係啊，我都係咁樣啊，所以我日日都過得好開心，係啊。你鬧我啊，我一早鬧自己啦，戇鳩。你傷害唔到我。係啊，冇錯啦，係啦，係啦，冇錯。唔係做 artist 都係娛樂大家啫。係。不如聽下首歌咯。喂，好啊。One, two, three, four。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让繁忙转过来？刘明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借餐用来再感受我吧。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形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硬态，好感整实全用晒，重整我脑袋放大。平常人
像我，如整真来忍痛那难过。谁人还嫌我太烦，留言说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怪，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作尽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事作尽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难睇，呼吸证实全用晒，尽情越界，燃烧过能量更大，谈论吧进化形态，清餐酒实情无坏，叫你愉快总好过没人在嗌，完整我原谅挫败，平常忍着我如整真，可否再来过，咁嚟緊我要唱嘅歌咧，就係、是、我不想別離。咁呢一首歌咧，其實我自己都好開心可以唱到。以前細個成日都電視撈飯啊，咁所以呢一首歌就係其中一首可以電視撈飯嘅一首主題曲咯。咁所以希望你中意《我不想別離》。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上再戒备，我满怀上尽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明明将终点偏差了十里，如天生爱再太锋利，令人下近会闪避，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双臂，难安分别说一起，我不想别离，天生爱再太锋利，令人行近
丹儿又嚟到呢个环节咯。哦 ，K 歌环节系啦，大家亦都好耐冇去过唱过 K 啦，系咪啊？你最中意唱 K 一定系点《狂唱洛基儿》咯？哦，系，因为佢一路安高荣已经帮你去晒啦嘛，咁所以你如果点一首就等于你唱唔知几多首，咁就唔使插歌咯。咁你真系中意嗰首歌？你知唔知嗰个编曲个人喺度啊？是誰你啊不是我啊就是你隔壁的那位啊是啊好好唱這首歌現在當我們現在去唱 K 了好了接下來你按個掣你點啊開頭是點的不是好像是唱我的阿詩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氣壓搖擺只因有你擁戴 Believe me I can fly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有奇蹟因你唱最愉快不是跟住死了不完全不记得了不是这样的都好多你都二十年前了都是不是点子啊我想说我以前唱 K 的时候临完的时候我一定会点一只歌先走的变成那些大咩嚟揸紧中指不是真的 okay, 因为嗌爆把声了、哦、那就好像很爽的可以走了。好 ,one, two, three. 一、二、两只手指二、二就只有两个字一无所有的就是揸紧中指不是你想够的。好了跟住冇声了下面那两首歌唱不到了。应该暂时来说是我们 Music Panda 最 rock 的一次。相识三千天我没名无姓庆幸也与你逛过那一段旅程曾是日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我对你是固执做梦或太热情在世上是你始终不肯退后遗忘我感激你心意但情人比知己分开更易怕我爱上你坏了事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你不在情况未像幻想般变改告别从前总是不易原来假如只得我在我竟未能觅寻下一位挚爱旧信息应该删走再没留凭证我共你去到最远也只是友情如现实是场玩笑一早清楚内情过去是勇敢或是未肯适应是我笨大概必须先经错误才能会分清我心意共行成长数不清的故事我已爱上你坏了字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只没存在了吧应该放开撑起来总有感觉将变样自转寻你能寻不到告别从前总是不易假如只得我在再把月亮留留在这爱河我与你大概始终不能相爱可否不离开讲出你的感慨你用心恋爱下段路路仍更精彩完了吧如无意外曾失恋的都必须恋爱悔恨从前隐瞒感情常常猜疑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我怎样来觅寻下一位挚爱
都关上了，再走的过客有多少？道镜映照面具，盖住或是受雨掩，终点都不见了，要怎超脱世态纷扰？劫数可有预兆？何时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出预兆？一千岁亦自觉不够，磨去我心伤透，荡飞走，难判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受。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歪，志气可以接卖，每步陷阱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重伤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阔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多謝曬兩位啦，好開心啊！你哋兩個上嚟今日真係，多謝邀請，多謝。係啦，我哋有 Janice Man 嘅表弟 Jackie Man，Jackie Man 係啦 ，OK， 亦都有我哋非常之資深嘅吉他手神童，係啊，神童，多謝。開心嘅話，睇得開心嘅話咧，就記住瘋狂咁樣 SOS 啊！我非常之長氣，點都要講到最後一次啦，就係記住 follow 我哋嘅 IG， 唔係我嘅拉子啊，係我哋嘅 IG、Facebook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跟住我哋下個星期 Music Panda 再見啦，再見，係啊，有人好趕住收工啊，好啦，拜拜。其實我想follow你嘅拉招，你拉啊！